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何师奶。今天跟大家介绍的就是一次发酵的顶角吐司。平时做面包呢，我们要发酵两次的，但是今次这个食谱呢，一次发酵就已经足够了，所以我们可以很快就有面包吃的了。平时拆面包呢，我们可以用手拆啦，或者用厨师机帮手，但是厨师机的投资比较大，我们可以用电动打蛋器帮手，咁就唔系用嗰、那个打鸡蛋嗰个棒喎，即系唔系用呢只，系用只 S 棒，即系打芝士嗰只。咁呢个可以帮你打到面团，咁不过咧就视乎你嗰个电动打蛋器嘅功率而定啦。如果你部机唔够力咧，你打到烧咗摩打，你唔好炒我副气啊！咁而家即刻分享一次发酵汤种顶角吐司先。首先整咗个汤种先，高筋面粉20克，加入100克清水搅匀。开火煮到结身。加入汤种是可以令到面包保湿度更高，隔日都仲松软。记住要一路煮一路搅和。煮好的汤种摊冻就可以用得噶啦。我就习惯将材料里面的清水倒入摊冻咗5分钟左右的汤种度，咁可以令佢快啲冻，同埋可以更加容易刮得干净，唔会流感啲喺个煲里面。高筋面粉加入糖、酵母、盐、蛋液，最后落埋加咗水嘅汤种。用直胶棒将面粉同埋湿材料捞匀，咁一阵用电动搅拌棒嗰阵时，啲粉唔会飞到周围都系。用电动搅拌器嘅 S 棒，用低速搅拌，直至到个面团开始光滑。就可以加入无盐牛油，咁而无盐牛油就最好用室温放软咗嗰啲，咁就用个直胶棍捞一阵先，然之后先至再用 S 棒搅拌，好快个面团就会打到光滑噶啦。睇到面团可以拉到薄膜，咁就可以放响台面，将佢收成圆形。个面团都几黏手噶，如果唔系有 S 棒帮手嘅话，新手朋友用手拆都会几崩溃噶。用面包刮刀将面团收成圆形，然之后用玻璃碗冚住，松弛10分钟。虽然我用的是不黏吐司模，但是想它更加容易脱模，所以就再做多个工序，就是薄薄地搽一层粟米油，然后就倒啲面粉落去，跟住就将多出嚟的面粉炖走它。松弛咗10分钟嘅面团可以造型啦，撒少少面粉喺表面，然之后就用木棍将佢碌平。
跟住就将佢反转卷起，然后放入吐司模，发酵到八成满，所需的时间大约是75分钟至90分钟，要视乎发酵温度和你所用的酵母活跃程度而定。发酵到八至九成满就可以盖盖，用摄氏180度焗30分钟。焗好的一次发酵吐司摊冻了就可以切件的了。虽然只是发酵了一次，但是一样咁松软。我想俾大家睇埋一次发酵同两次发酵嘅分别，所以就做多咗一条两次发酵嘅吐司嚟比较下。呢个系两次发酵嘅顶角吐司。切开看到它的组织相比一次发酵吐司更加细密，再松软多少少咁啦。一般来讲，一次发酵方法多数用来制作中式面包，就好似馒头啊、花卷等等。而烤焗面包多数是用两次发酵方法的，面包组织就会更加细密。不过如果想整面包但又赶时间的话，一次发酵的面包都是一个不错的选择来的。今天的分享是这么多，喜欢的朋友欢迎订阅，我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